职，但一定不是白宫发言人。林毓华自嘲误入歧途，成为新闻逃兵。两大高人联手主持《关公殿堂》。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红门呢个事件咧，应该定性为呢个政府特区政府嘅一个系危机嚟噶啦。咁喺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个危机少咗个危机中心嘅统筹之系噶，系嘛？系啊，呢、這个政府危机搞得唔好，就变咗特首自己的危机添，即系个选举咁近，系咪？嗱，好啦，我哋先话就即系讲咗之前嗰啲发放信息点样混乱啦。其实出嚟嗰下咧都一样嘅，嗯。即是有那条线是不是九点半啊，嗯，说香港电台的普通话台的女主持假阳性，嗯，啊，所以呢即是之前呢九点半是吧那条线，嗯，走了那些呢就没问题了，嗯，就在竹篙湾那里就可以即刻出来了这样。咁但有些同事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快就讲话呢，啊，我就会恢复工作了。即係我會翻翻工啦，正常辦公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又唔覺，即係啲同事咁樣講咧，係好似好理所當然咁樣。但係個問題又嚟啦，轉一聲，跟住咧就特首嗰個指示就係你哋都即係唔需要喺竹篙灣度隔離嗰啲同事，都要翻屋企居家隔離，家居隔離就唔好即刻翻工，即係確保唔會影響到其他同事。同埋咧，哇！我仲查緊啊，我都唔知邊個幾點鐘喺邊度出現過其他有啲咧出現過可能遲啲走或者好早走嗰啲咧冇講過，而又後屘又驗到有事嘅，而家似乎又有第二個出現咗啦咁樣。咁其實見即係仲未搞得好清楚啊。咁所以叫佢哋家居隔離呢，其實一個穩陣嘅做法嚟嘅，即係保險嘅做法嚟嘅，嗯。不過呢就令啲同事好尷尬囉。咪我喺竹篙灣即係執緊我個 keep 嘅時候，你就好打電話話俾我聽，我需要家居隔離啦。唔好要我出咗去同人講咗我會繼續做嘢，然之後你先叫我家居隔離。嗯，我勤力的第一時間就回了 office 先，那怎算呢？即是這個呢就是危機管理，正話 Peter 你說危機發放信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道理，就是要信息要統一嘛，嗯，統一的意思不一定是要，不一定要一個人講完，你很多把口去講同一個信息沒問題的，很多把口講即有自己自私的演繹，嗱呢啲都係政治人啦，政治任命嘅，係咪？即係個薪水高過高，即係多過公務員噶嘛。咁佢哋係即係有呢一個發揮噶嘛，應該。我只要喺呢個大旋律、主旋律底下咧，配合到，咁我自己講多幾句咧，冇所謂啊。我喺家居嗰度咧隔離，但係咧我都會喺屋企咧繼續做嘢，咁又唔同喎，係咪？咁又唔同喎，咁我又配合到你，又講到我自己就表現多點樣勤力，點樣盡責出嚟 ，OK。咁但係點解呢啲同事出去嘅時候，我諗佢哋諗都冇諗過，話我想係咪可唔可以即刻翻去辦公室啦？咁嗰啲其實咧，呢個問題要問嘅，成個特首辦冇諗過呢個問題，冇指示都好啦，我唔知點解佢哋瞓咗覺，做得慢咗，冇人諗到呢個問題，乜都好，或者講咗佢即。我睇你唔似嘅，絕對唔似，係講咗唔聽話，冇理由唔聽話。咁你呢啲政治任命嘅同事，包括有副局長喺裏面，即係又有政治助理，咁其實呢啲都唔係係咪？即係政治上都應該要好敏感嘅人啦。如果唔係，我都唔委任你做呢個位啊。你都應該識得舉手問，喂，咁我應唔應該翻辦公室先？因為我都應該係自己。自我隔離一陣先，咁先翻去會比較穩陣啲。你自己都應該問自己啲問題啦。你問，起碼問局長啊。局長答你唔到，咪局長問特首辦咯。係係。
咁你即係咁你即係話咧，阿陳肇始局長冇好諗清諗楚就話，既然條九點半條線係劃咗啦，哦，既然嗰個唔係確定係真正嘅陽性，好啦，你哋可以離開，就後邊嗰句講漏咗啦，即係話你哋仍然咧係要喺屋企做隔離。嚇！嗱，呢度咧有兩個啦，呢一個係家居隔離咧，係法律上嗰個要求啊，定乜嘢？似乎唔係啊。嗯。嗯、即是我不是这样的接触者嘛、嗯、我不是这样界定的嘛 ,OK, 那这个究竟是政府要求我因为、嗯、是法律上高要求、嗯、那如果法律上高要求的就不用说、嗯、都要这样做的啦、嗯、即应该这样应该地方上这样说、嗯、就应该讲得清清楚楚你、嗯、张白纸黑字我根据法律上高边条边条呢就现在要求你家居隔离。是。那很明显是没有我不知道 啊我不知道咁如果咁我唔使就话我返返工啊我会乜乜啦咁样啦。即係我嘅意思就话就算冇呢个指示啊。嗯。啊冇你都应该自己举手问一问囉。嗯。即係出嚟讲嘅时候呢都等即係唔好又咁快哎即我啱啱先讲完话我会回复正常工作喎、啊嗯、个字眼係正常工作喎、啊、正常工作咪即係返办公室工作囉、啊。嗯。家居工作怎會叫正常工作啫？在家工作怎會叫正常工作？定係相關嘅呢啲嘅紀律部隊人員或者出嚟講呢啲嘢嘅人咧，就太急於去自己同自己平反啦，啊，就覺得好冇面啊嘛。咁咪係呢個問題咯，啊，咁就係呢個問題咯。你第一，我哋講話啱啱出事、啱啱爆出嚟嘅時候咧、嗯，已經冇曬隊形啦。嗯，喂，咁你都應該。嗰啲叫做咩啊？吹雞係嘛？即係埋翻嚟排隊 ，fall in， 唔好再自己四圍走。咁到出營嗰下啦，出營嗰下、都應該有啦啩、都仍然係冇嘅。講起出營咧，就何君耀啊，最多嘢講啊！唉、哎，真係佢話叫局長要揾衝鋒車去接佢啊！啊！两架，唔系佢嘅意思系急啫。我有睇佢，佢嘅意思唔系真系话要冲锋车，佢嘅意思咧就系话你快快脆脆即系车走我啦咁样。咁嗱嗰度佢其实系佢唔错得晒嘅。其实唔单止系竹篙湾啦，佢讲嚟讲去就系话即系啲安排混乱啦，前线做得好，但系咧就即系好死板啊嘛，有个程序要跟啊嘛吓。咁但係、就是、但係前線嘅人咧，去嚴格去遵守嗰個每一個嘅係程序都係啱嘅喎，真係嚇。係，咁但係佢叫特首叫局長去瞓一瞓，其實又唔啱嘅，因為嗰啲隔離地方嚟嘅，即係你唔應該叫佢高危地方。你話叫佢點樣去視察下要乜嘢嘢，要做啲報告，要有啲乜嘢改善咧？呢個合情合理。唔單止啊，你唔需要自己去真係你自己去試過，然之後先要叫特首叫乜嘢去試啊？你叫人去试，因为你自己试过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啊。咁但系我哋都讲咗，唔止呢啲，而家仲有好多系强检嘅。嗯，即系在大厦里边咧，而家惯晒啦，惯晒啦，系啊。不过大家惯晒喺一个喺朝头早啊，譬如通常一般系七点几之前咧就完成，咁都唔算太扰民嘅吓啊。系，但系你记唔记得开头嘅时候咧？又話唔係我想要公仔面又冇，要罐體刀又冇，係咪？咁即係嗰啲細節咧，其實每做一次咧都要檢到一次噶啦。咁竹篙灣你做咗咁耐啦，係咪？即係議員提出嚟嗰啲問題，其實我諗應該預見過唔少噶啦，都仲係喺度嘅時候，即使話冇人咧，冇人咧係做嗰啲，即係你呢個 ongoing 嘅危機嚟嘅 Peter， 係。持续咗成两年啦，系啊，即有好多嘢咧，系开头系你可以话嗰啲即系啲齿轮啊，即系夹得唔好，系夹得唔好，程序大家未熟悉，所以调派人手，即系各方面咧就有啲不完善之处，咁啊多多包涵。两年啦噃，咁你其实应该有个角色，即系有我哋提过噶啦，其实你应该已经有一组人咧。嗰啲叫做審核人員啊 ，audit 啊 ，audit 啊 ，audit 啊，即係有啲 audit 啊，即係每一個範圍咧，即係執行嘅時候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得快啲，有啲乜嘢咧根本唔使人做嘅，
即系 I T 嘅机器可以搞掂噶啦，有啲咧就系、是、通讯上高可以点样快啲，要、做得好啲嘅。咁你有几难啫？唔系喺聂德权嗰队人里边捉几个精英出嚟，应该跨部门啦，啊，即系跨部门，有啲做纪律部队嘅，有啲做卫生嘅，有啲做公务员调配嘅，即系有啲系出边 N G O 配合你嘅社会福利处嘅。咪大家逐個環節咧，同每一個同市民有 interface， 即係有扣連嘅，即係有接觸嘅，即係嘅有，譬如你竹篙灣咁好清楚啦，你捉人入去，心情已經唔好噶啦，即係好多嘢冇好多嘢，人哋已經失咗個自由，係自己幫自己唔到啊嘛，咁所以好多嘢係要依賴你政府。好多時候咧，佢哋可能真係睇漏咗，一啲好少嘅嘢係令到咧。是在那裡被隔離的人是覺得是 很難去面對的，比如在電視新聞，兩公婆一起被隔離在同一個房間，只有一張椅子，吃飯的時候一個要坐在個床上，還要吊起腳，那麼簡單你就衰了，應該坐床 Peter， 真的兩公婆應該坐大髀，老夫老妻啊這一個出於良好動機的，希望你們更加親密，經過這個患難夫妻之後更加恩愛，真是你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元，請即訂購支持。